就把你们的斗气废了。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了，那你就死了。摸自己斗气不够，就敢吐宝珠。你一买，没时间嘞。干什么摸罗那去吧？摸罗，上次那不是上次那你家人说我们言而无信，是不是？不能杀他们！哎，那是听着我是哪号的呢？爸，你们咋这么矫情的？我跟你们说一下吧。把弟弟给他们交起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你赶紧滚吧！那毕竟是他们都不是道长，都是普通人。出名，这是什么名字？你不怕什么？我找这妖怪了。